謝主席。律政司放生貪湯對廉署的公信力是二次傷害，亦都有人懷疑呢，即出於政治考慮，對香港嗰個所謂司法的公正獨立亦都構成傷害，為免呢個事件鬧上法庭，咁啊傳媒又喺度報導，再發酵，咁你仲樣衰係咪？仲有當時嗰個在職嘅社區關係處處長穆斐文有冇內部處分先？冇，係咪？冇話刑事調查係咪？雖然可能刑事調查唔去到佢嗰度，有冇內部處分又冇。嗱，我哋關心嘅就係、是，即係你負責肅貪倡廉嘅首長，竟然可以喺帳委會答我哋就係禮尚往來，人哋送荔枝俾我，我就回敬翻呢、這個即係魚蛋牛腩。喂，大佬，來而不往非禮也。咁呢啲係廉政專員講嘅。喂，呢、這個對成個 ICAC 嗰個傷害，你話有幾大呢？頭先你答劉慧卿議員嘅時候，就話啊，而家咧經過兩年幾之後咧，咁就啊即係內部嗰、那個即係所謂信心啊、士氣啊、形象都有改善啦。即係呢個係你自己講啦，係咪？自我感覺良好，係咪？舊陣時做 ICAC 做嘢好，自己覺得好有，即係頭上有道德光環嘅，係咪？俾一個湯顯明就係咁樣就搞掂你了。好啦，而家有好多高官，即係特區政府啲高官，由特首係嘛，政務司司長係嘛，即係去到咁高級嘅嗰啲咁嘅貪腐事件，咁你就話啊，咁樣我哋全部都檢控，咁咪代表香港？你睇我係無畏無懼，即係等於即係你哋喺度講嗰個舉報數字嗰度一樣係嘛？舉報數字高咪代表？市民對廉署信賴增加咯，係咪？係咁用咁嘅方式嚟去睇問題嘅，係咪？你睇翻嗰個所謂國際評級嗰度一樣，係咪？又係即係我唔敢話你自吹自擂啦，你係自我感覺良好嘅，又係係咪？你睇翻呢啲咁嘅數字，其中有一個咧，即係喺你個發言裏邊，我就覺得好有趣嘅，即係有一個講法，佢話咧香港在即係呢個第七段咧。專員你講嘅，香港在多個國際評級評中，我覺得呢個有啲問題，可能個字眼都。香港在多個國際評中連級連結指數咩評中，唔知呢個咩意思咧？呢可能係即係手文之誤啦，係咪？啊，咁佢即係連結指數得分有所改善，有助香港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。道指數中於廉潔程度主導得分與新加坡維持現有差距，咩意思咧？呢個係嚇佢差個差距係人哋高過你好多，大佬係咪啊？個差距非常之遠啊！維持現有嘅差距，咁然後就喺經濟自由度整體得分咧，就繼續領先新加坡。你成個句子都好有問題嘅，你講緊乜嘢咧？專員你喺度嚇，你話俾我聽，你講緊咩啊？我勉強去理解就係話嗱。香港在極好多個國際評級中，嗰、那個廉潔指數得分有所改善，就亦都有助於香港嘅傳統基金會就另外一個嗰、那個即係所謂評級啦啊！國呢個經濟自由度指數中喺廉潔程度嘅指數得分，從新加坡維持現有嘅差距，即係冇更加衰，係咪咁解咧？可能又冇更加衰咧，就喺經濟自由度整體得分咧，就繼續領先呢個新加坡。講乜咧？幾個唔同嘅概念撈埋一齊。你走入嚟同我哋做簡報，整段咁嘅嘢嚟，即係你唔需要回應呢、這個，你呢個一句已經回應咗嘅啦，專員。即係香港嗰個廉潔指數或者觀感係咪上上落落都有，但係個差距係好細嘅，不嬲都係領先好多其他國家，尤其是中國。你咁樣講就正曬啦。即係我淨係睇望民生義，你話後邊呢段，即係各位同事，你明唔明佢講乜嘢咧？其實我有很多嘢要講，不過講開即係壓咗幾分鐘嘅時間。圍標我又想講，係咪？重票我又想講，係咪？選舉舞弊我又想講，但係冇辦法，我哋只有喺第二啲途徑裏面即係有機會就去請教一下阿專員。但我對於即係話呢一份簡報或者你嘅發言係咪？即係、你冇戒慎恐懼，冇怯言不足，亦都冇反攻自省，係咪？大家對你哋嘅期望咁高，係咪？我淨係睇你嗰一段，我唔知你嗰個助理或者你個秘書嚇，幫你寫稿嘅人，係咪按照你嘅指示，究竟想講咩？你可唔可以解俾我聽呢一段嘢？嗰度牽涉幾樣唔同嘅嘢嘅，你將佢攆埋一堆，然後同新加坡做個比較，嗰、那個差距係爭好遠。好啦，繼續保持呢個差距，冇再惡化。咁於是，但係咧。
在經濟自由度整體得分，我又高過你新加坡。好啊，黃議員，你啲問題都已經好清楚，你個觀點啦。